台南市石流班鄭浩強，這次將在9月14日拜六舉辦故鄉月上圓的中秋聯歡晚會，眾人為了要祈求一切平安順利，特別向廟內眾神明來參拜。一中三中萬中，咱的聖母神威顯現，甲即馬呢吼，甲現在宮這個这个猫吼，啊，起个只数是着咱先买灵感，吼，已经347年啊。伫婚姻大汉的张景杰，出外事业有成，伊嘛面临少年人无爱读书不要紧，但是一定爱有一项手机，设定目标了后全力以赴，相信行行会出状元。啊，地主的，哦，啊是咱这个婚姻观的主题，哦，啊去这个太阳外去趁钱啊，吼，啊嘛趁有食，所以咧这回都等下要回馈乡里吼，啊加这个。咱就妈祖吼、圣母吼，答谢安尼啦。关议员周秀元嘛表示，张建德虽然伫外口来拍拼，但是真关心地方。除了每年举办中秋晚会，嘛真热心助助。每一单拢回馈咱遮个一寡咱弱势啦吼，也是讲就业办事呀吼，几乎就是每叫必到吼，每要求拢会到吼。这次的中秋联欢晚会非常的精彩，除了有名的歌星艺人以外，啊，佮有丰富的奖品提供摸彩。金曲歌王翁立友、张荣荣、张秀清、黄舒婷，以及这电视演员等等安尼吼，啊，要甲咱现场表演，舞彩吼，真正丰富，有轿车啊，有倒摆哦，啊，电视、冰箱。到时主办单位欢迎乡亲一同前往同乐，提早来欢度中秋佳节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